回违一年的奥花瀑布要到了，下面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水潭，这两三个水潭都可以下去游泳，碧绿色的哦，超美的。这是我心目中台湾最美的瀑布，去年来了三四次以上，那个时候在和平村做这个旅馆的管家。那这边离和平村五分钟车程，很快马上就到。我还特别去买浮板啊、泳衣啊，下去水潭里面游泳，超爽的。前面就奥花瀑布啦，哦，上面瀑布在上面，哦哦哦，蓝色水潭有没有看到？永远没变的就是蓝色水潭，超漂亮。奥花瀑布就哇，水很大哦，有又比较大。好，先录到这，待会要攀爬岩石过去。